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Wandes。哎，传说降临 ，Super Jamba 的 LO 已经开幕啦！哇哦，准时啊，四点马上上线。非常的 nice。哇，这张降临吧，我个人觉得真的是近期少有的神卡之一啊。也不是说近期神卡啦，是说应该说整个极系的 LO 中，比他强的应该没几张了吧？就算是那一张 LO 的提普，都是在防御力方面啊，他需要叠上来了。这一张加连霸在没有叠之前都很硬了，因为一个全属性防御的关系。すごい，哇！而且他的必杀技太过棒了，提鼠。因为有新的那个气弹系无效的关系，所以这最近的这个介绍会比较 nice 一点。哦，然后我们刚进场的时候有一个那种特殊 video， 可以去把它点来看，蛮帅的。OK， 这剩下的都是极限在觉醒的情报，我之前有另外做了，还没上，晚一点。先来看这边先。总之，这一轮就是我们是要来抽这种，哇，帅，超帅，加连霸。死卡可以，哎，重点就是后来我有发现到他的卡面真的是帅到爆，这个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，很帅哦，松啊，卡可以哇，那邪气满满的感觉有没有？非常的棒啊，这个杰林博 L， 哇，他们的卡面的特效现在真的是越做越棒，真的是越做越棒！哇，这个邪气的那个感觉，太棒了！所有连接都非常的棒，很好。OK，L O 嘛，就是这一次的大奖就是这张了。他的 U O， 他这个 S S L 的卡面很棒哎，这个气势很有，哇、哦，杀四个，然后。最近刚极限在的这个排骨饭，紫薯的排骨饭不知道要等到几时才有。哦，这个乌天，哎，特兰克斯哦，提鼠的特兰克斯还没有的，可以来抽一下吗？不要了，这个卡池你要抽中也是很危险的。哦，这样快，这个新卡很新哎，这个是比迪尔卡池里面的乌天，天才战士的辅助。哦，好快就有。哦，我们的极翼神沙蛋。也是在 Big Up 内，哇 ，Big Ups 非常的多，不过重点还是抽 L O 了。哎，目前有498个，不过这一次我已经决定了，就给他一个三次抽，不管有或没有，就抽完就毕业，抽完就停就是了。因为剩下的龙石就打算一路存到8月31号的全球活动上。哎，还是那个活动，都一股会出超市国际大了嘛，就期待一下，来。那么就首先十连开始吧，行きましょう。ガシャリ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バンダイ、最好就是真将。啊哦，ベジタ、ベジタある。せーの、真将。哎哎，有，应该是有 L 号了吧？嗨，呀杀！难得我终于在船将抽到 LO 了，好久啊，虽然我很少抽船将，但是终于有了。哎，在传说降临的卡池只要合体，那么就是必定有 LO 了，只是想会是谁罢了。呀呀塞，让我来期待一下。哦，马萨嘎，哎，不是，这个是隶属极限在的，比如这个不是，哇，哦，哎，不是，没有转，此机，哎，这个是雾天，哎，不会吧，都合体了，哪里？哦，金佛，哎，这个是第七宇宙的那个金佛17号，可以，我没有 ，OK， 啊 ，top four， 哎，这张最近一次抽到很多，啊 ，yes， 哎，这张。虽然说在六周年出的四张 LO 啦，它是最不起眼的啦，可是能抽到就是很棒。
能抽到就是很棒。Yes, yes, yes, yes. 一周一周。而且这一张的类别，它的队长技很好组啊，宇宙神平篇跟那个 combination 组起来都是蛮不错的。哇哦哇哦哇哇，可雷瓦伊可雷瓦伊，有 LL 就是赞。来，接着就第二十抽。お願いします，万代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いくぞ。哦哦，维吉塔又有。そしてせーの。真将，哎，又是一击八击哦，有没有？啊，没有了，这一次就没合了。哦，拿开！喂喂，超强龟派，超强龟派进攻，是不是代表有了？是不是有 LR 啊？在船将里面出，哎，因为这个超强龟派进攻在一般的限定卡池是确定限定嘛，在这一边应该不会只是确定注目罢了吧？哎，我很期待哦。如果又有 LL， 哇，那么这一次真的是气息大爆发了，我觉得。OK， 那吧，已经是有了，虽然说是重复，但是是 LL， 哦，死给，能不能期待多一张呢？贪心了，贪心了。OK。哇，有开路的那霸应该是蛮爽的啊！又是超二打，这张才刚极限这，哇，哪尼可嘞？哪尼可嘞？二十抽两张 LL， 那么第三十抽会不会有嘞？せーの，お願いします，万代。嗨嗨嗨嗨嗨！哇，太刺激了。就那个登场的组合是没什么特别，但是谁呢？真将，一击八击，嗨！啊，嗨！不过有两张，这个应该是没什么东西的啊，就是这样子，抽完就算抽完就算，我已经特别开心了，哇！久违耶，这个船将对我这么好，哇！当时啊，我靠，这一张我已经是彩星到多了很多张出来的感觉。不过几时才会轮到他的机？现在，哇，第三张了，已经第三张了。我好想拿这张卡，就直接拿来升级就算了。好，就这样，三十抽。暂时抽干了，啊，这么好运，哎，让我蠢蠢欲动，好想继续抽下去。不过啊，就算了，因为石头量其实也不是很多，就留着，等那个8月31号的全球活动了。虽然说没抽到Jannen Bar是有点可惜了，但是有两张新增的 LL， 哎，应该说新的一张，然后一张重复的，够了啦。好，哎，那么就大家有要抽的话，就祝各位好运啦。把这个嘉年华给录走下来，非常的强悍。好，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还没订阅的朋友麻烦帮忙点个订阅，谢谢，加马达呢。